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阿丸讲经济。我是国立中央大学企管系的教师佘建元。我们今天呢，在这一讲里面呢，要来继续讨论市场均衡分析。哦、我们要继续来讨论市场均衡分析的相关的有趣的事情。哦、我们在前几讲里面呢，有谈到政府干预市场的各种样态，以及政府干预市场的后果。哦、我们有举了一些例子，讲说政府干预市场呢、哦、大体上有几种手段、啊、最常见的手段有价格管制、数量管制、哦、或者政府直接介入市场作为卖方、大卖家或大买家，有些时候也会透过租税或者补贴的方式来干预市场。我们有提到说、哦、一般来说很多社会大众基于一些素朴的想法、哦、会要求政府去干预市场、哦、设定各种的管制跟限制、哦、往往最后会事与愿违，往往最后会事与愿违。你本来想说，哎、欸，要保障弱势、哦、所以我们要设定价格的上限、哦、比如像我们讲到口罩的例子、哦、我们讲到高等教育的例子，哦，设定价格的上限，让能够让弱势的人呢，也能够用便宜的价格买到，比如像口罩或买到高等教育服务。结果常常会事与愿违、哦，反而到了奇怪的结果。哦、所以经济学家呢，一般来说呢，对于市场干预这件事情都保持比较审慎的态度，就是说，哎、欸，你有一些素朴的想法很好，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要求政府干预市场的话，你必须要更深入的去研究市场，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进入干预市场，很多时候呢会事与愿违。所以基本上呢，大多数经济学家有时候也甚至会认为说，干脆政府就不要去干预市场，因为干预的结果反而越常常是越管越糟，然后常常是越管越糟。这个想法呢，哦，不只是这个想法呢，哦，不只是现代的经济学家这样想。其实从经济学家经济学呢一开始，哦，在讨论这个市场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经济学家，哦，一些前辈们就看到这个事情，哦，很多思想家呢，哦，就看到这个事情，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呢，哦，这个尊重市场机能的几个想法，讲讲一开始大家应该听过这个人 ，Adam Smith， 哦，很多人都说他是经济学之父，哦，经济学之父。Adam Smith， 那还有一个 Berker、哦、跟 Adam Smith 同期的一个思想家、哦、跟这个海耶克、哦、20世纪这个重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经济学家，他们最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是怎么来谈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几位那个思想家的想法、哦、首先呢，我们来看看 Adam Smith、哦、相信大多数人都有听过、哦、听过这号人物、哦、Adam Smith 被称为经济学之父，他最有名的啊、最有名的著作就是《国富论》嘛，大家都说这《国富论》呢，奠定了这个经济学的这个学门哦，奠定了经济学这个学门，是这个学门的开始哦，这个学门的开始。他所处的这个年代呢，哦，他是18世纪的人哦， 18世纪的英国人， 18世纪末期的英国人，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呢，那时候呢有很多讨论，在讨论说呢，哦，这个政府呢，哦，要不要去遏制个人的哦，截止不同的私人的私利，因为那时候很多人讲说，每个人、哦、如果都自私自利的话呢、哦、政府不加以引导、哦、这些自私自利的行为呢，最终呢会有害于公众的利益。Adam Smith 呢反对这样的看法、哦、他反对这个过时的政府干预。他说呢，如果你让个人凭他们私利去行动，有些时候做出来的结果呢，其实反而能够促进公众的利益、哦、反而对大家都好。而演变至今呢，他的想法你可以这么说、哦、这个理性且各自独立的行动者，在遵守规则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依各自利益的行动，其结果是大家的福利都上升、哦、你贸贸然说要去引导人家，你觉得你比较聪明，你比较厉害，要引导人家，其实结果反而更糟。他就说你不要去管人家、哦、依照大家各自的利益行动，其结果其实是大家的福利都上升了，达到整体社会资源反而是更好的配置，最好的配置、哦、这个就是他有名的所谓的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的这个理论嘛，就是说你就让大家依循自己的私利，依循这个市场里面的法则去行动，最后的结果呢，其实是反而对公众利益，对大家都好的、哦、这个是 Adam Smith 他最早就讲这个事情，不要贸贸然去管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另外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哦、这个位叫做 Edmund Burke，哦、他跟 Adam Smith 是同期的人物、哦、他也是一个英国的思想家、哦、他呢也是支持 Adam Smith 呢的看法，他也觉得呢政府不要贸贸然去干预市场、哦、不过 Adam Burke 呢他更有名的另外一个思想呢是反思大法国大革命、哦、是反思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这个人呢被称为保守主义之父，哦，保守主义之父。那他反思到法国大革命呢是这个样子，哦，1789年的时候爆发法国大革命，哦，争取那个自由，哦，平等，哦，还有民主的那个生活。那1776年的时候之前呢，在美国已经爆发过一次那个我们说美国独立运动嘛，也是争取自由跟民主。然后那1789年的时候，在法国也爆发这样的一个运动。那当时呢，欧陆呢普遍的思想家呢是认为说，哦，觉得法国大革命真是好啊，哦，这个争取自由、民主、平等的一个新的社会，而且他们也觉得说呢，人类可以透过理性的思维去理解这个社会，哦，认识这个社会，然后呢改造这个社会，哦，改造这个社会，哦，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法国大革命呢，哦，是这个样的想法的一个体现。然后我们把过去的旧秩序打掉，全部重来，然后依照我们的理性呢，哦，来认识这个社会，来介入这个社会，来计划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更好。Edmund Burke 说呢，哦，不要太天真了，不要跟他逮鸡啊，哦，他就讲这个事情，他就说了，他说法国大革命呢，哦，你说你人，哦，我以我们现在的能力，想要理性的，哦，去认识社会，然后去干预社会，他说结果可能会弄巧成拙，哦，结果可能会弄巧成拙，就像我们在上一讲讲到，哦，上一讲或上一讲讲到各种干预市场的状态，最后很像其实都事与愿违，然后没有导致你刚开始的那个刚开始你所希望的那个目的。他说法国大革命呢最后，哦，其实结果可能不会更好，哦，结果可能不会更好，反而会更糟。很遗憾的是呢，这个 Burke 这个人他说对了，哦，他说对了，哦，这个法国大革命呢，哦，爆发以后呢，哦，过几年马上就演变成恐怖统治了，哦，演变成恐怖统治。那最后呢，有没有变成一个民主的社会呢？没有，最后迎来了一个叫做俗称拿破仑的，哦，拿破仑，哦，拿破仑的，拿破仑，哦，台湾人都叫他拿破仑，哦，拿破仑呢，迎来拿破仑，拿破仑他是实施民主制度吗？其实没有嘛，其实没有，最后，欸，其实退回一个也是，哦，类似君主统治，哦，君主统治独裁者的一个社会，最后也是恢复到这个样。所以很不幸的 Burke 讲中了，哦，讲中了，哦，讲中了，哦，所以 Burke 也说呢，你人要介入社会的时候呢，要干预社会，其实你要审慎为之啊，哦，审慎为之，哦，啊，这也是算是保守主义的一开始 的想法，所以人家称他为保守主义之父，啊，哦。那到20世纪呢的时候呢，哦，另外有一个，哦，我们会要一提的重要的思想家，哦，经济学者叫做海耶克，哦，叫海耶克。海耶克呢，哦，是奥国学派，哦，的那个奠基的人之一，然后奥国学派奠基人之一。那他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哦，他也是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哦，确认一下，对，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哦，他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那他的想法呢，也是觉得说，哦，政府呢，哦，不要随随便便的来干预市场，哦，不要随随便便来干预，来随随便便来干预市场，哦，所以这个奥国学派呢，他所奠基这个奥学学派呢，基本上就是持这样的主张，哦，你政府随随便便来干预市场呢，哦，可能会造成问题，哦，那他呢最重要的那个看法呢，就是说，他反对计划经济，哦，反对计划经济，尤其他不是在什么19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呢，哦，才反对计划经济，他是在计划经济一开始的时候，19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这个计划经济会有问题，哦，他在中央计划经济，哦，以及苏联共产主义刚开始兴起的时候，他就预言这是条通往奴役之路。他说呢，最终这样的经济体系呢，必定会走在尽头。他在1920年代、30年代的话，就讲这个事情。哦，为什么呢？哦，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央计划经济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中央计划经济的人是这样想，就是说这个政府呢，哦，或者一个国家可以透过一群精英所组成的政府，那因为这些政府呢是精英人士所组成的，哦，他们呢可以透过理性的去认识社会，哦，理性的去认识社会。然后呢，可以去透过认识社会、理解社会，然后进而去计划每个人应该如何生产与消费，哦，每个人如何生产与消费，然后让整个国家呢更快的走向富足之路，哦，更快的变有钱，更快的变强大。这个中央计划经济的信奉者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不要想得美啦，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啦。为什么呢？他为什么做这个预言呢？他说，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你有个中央政府呢，哦，他说要计划每个人呢要怎么样子的来生产，怎么样子的消费，你呢要需要非常大量的资讯。他说你需要非常大量的资讯，而且这些资讯呢要所有人自愿提供，哦，各个地方正确的资讯来给这个在中央的计划者。他说你需要这样的资讯，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如何生产、如何消费是对整个社会最好的，对整个社会或在整个社会里面的个人是最好的？你需要大量的资讯呢，那这个资讯谁提供你？每个个人要来提供你啊。那提供你以后呢，还要做大量的计算。哦，那在那个年代呢，我，哦，没有电脑了，所以他觉得哦，这个大量计算基本上很困难，整个社会比你想象的复杂的很多。可是事实上呢，就算到了当代，现在哦，我们21世纪，我们现在有很多电脑可以做大量计算。可是事实上，你做这个大量计算，你就算能够做到这个大量计算，在海耶克这个想法里面，他说你即使你能够做到这个计算，你也不可能做到这个样子，你也不可能做到这样的计划。为什么？中央计划经济需要每个人提供各式各样正确的资讯给你，然后给你以后你再做计算。就算你能够做到计算，第一步，哦，被所有人自愿提供正确资讯给你，可能也不可得啦，哦，事实上呢，也无法获得计算所需要的资讯。什么意思？想想看，每个人要如何生产，每个人要如何消费，尤其是如何生产，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创新 idea， 哦，赚钱的机会，对整个社会会更好。比如像对你来说，如果你今天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赚钱的机会，你知道这个赚钱机会呢，你可以赚大钱。为什么你可以赚大钱？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呢，大家都喜欢，对大家的福利都会上升，所以大家会愿意付钱给你。你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你觉得如果你发现了这个机会，你会把这个机会通报给中央政府吗？通报给在远在，比如像我们在高雄，中央政府在台北，哦啊，如果你在中国，哦，你人在香港啊，你中央政府在北京，你会把这样的机会跟这个北京那群人讲吗？那群觉得每天都觉得自己很厉害的精英，你要跟他讲这个事情吗？哦，而且你想想看，如果你发现这个赚钱机会，你通报给中央政府，就有钱让他们去赚，不是你在赚。哦，或者说你通报这个资讯呢，最后会左右你所能享有的资源。哦，就像是说你发现一个赚钱的机会啊，你自己赚啊，就是你自己的好处啊。啊，你通报给中央政府，搞不好最后是他们在赚，功劳是他们在拿，哦，或者说他可能找其他人来做这个事情，哦，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最后会左右你所享有资源，你的未来，请问你还会不会跟他讲这个事情？基于人性，他说基本上不大可能啦，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要做中央计划经济，中央政府哈，这群精英呢，要来计划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消费、每个人的生产，他需要各地的人自愿的把各式各样的关于这个社会的、哦，关于这个技术的、关于种种的信资讯都通报给中央政府。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今天发现了一个好主意，可以赚大钱，可以让社会更好，你会通报给中央那群人吗？尤其是如果你觉得通报给他，他可能就把这个机会拿走了。如果你通报给他，他就说嗯很好，鼓励你，那给你钱，那 fine。可是他如果觉得嗯很好，所以这个钱我自己来赚，或者是说这个钱呢给别人，或者说呢，哦，或者说呢，这个通报这个资讯以后呢，会影响到你以后所能够享有资源，影响到你的未来，你还会不会正确通报给他？他说这种情况上，基于人性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啦，哦，所以海耶克称此为经济计算问题，哦，他说这个是经济计算问题，所以他就说，哦，在一个中央计划经济里面呢，因为你需要这样这个资讯，哦，才能够做这样这个中央计划经济，确保什么呢？确保，哦，你需要这样的资讯才可以做中央计划经济，然后让计划大家如何生产、如何消费，然后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富足。他说没有人会自愿提供这样的资讯，尤其是提供这样的资讯以后，他会知道这个可能会左右他所享有的资源，哦，决定他的未来，他不见得会提供给他，所以中央计划经济你就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哦，你就没有办法把，你就没有做到真正最好的计划，真正做到最好的计划，真正做到好的计划，能够让国家快速的富足。他说你不可能做到这个事情，他说这个叫经济计算问题，哦，中央经济计算问题。他就说在自由市场经济里面呢，哦，这个价格，哦，价格呢，其实就反映了各式各样资源稀缺的程度。那根据这个价格呢，人们再根据这个价格来自愿做出各式各样的反应，自愿决定我怎么生产，我怎么消费，或者说我推出了新产品，
那这个新产品如果真的有益于社会，我有了新的创新，这个创新真的有益于社会，那社会的价格马上就会反映出来，然后资源就会投入进来。哦，投入进来，那马上资源就会投入进来。那如果这个创新，哦，这个创新真的有益于社会，你马上就可以拿到大量资源，你不需要去跟中央政府通报，然后他再来给你资源，尤其是他可能也不会给你资源，他可能会给他的亲朋好友，而不是给你，哦，而不是给你。哦，所以呢，你如果有任何创新，哦，你就直接在自由计划，在自由经济里面呢，你就直接拿出来。那如果整个社会觉得 OK， 资金就会进来，你马上就可以有这个创新，有益于社会。所以他就说，在中央计划经济里面呢，哦，你在中央政府的那个单位，你很难拿到这个资讯。可是，在自由市场里面呢，透过价格，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资讯。然后大家再根据这些资讯，其实自然就会做出反应，不需要依靠在中央政府的那堆精英们。哦，大家就可以根据此做出这个反应出来。所以他说这个反的比较好啊，不要想说要透，总是要依靠政府的那些精英啦。哦，所以他说这个叫经济计算问题。如果你总是要依靠政府的这个精英，你会变成两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叫做，如果你把自身所有全部资讯，就算我们刚刚讲的，哦，前面讲说没有人愿意给，可是呢，如果你就算最后全部都给了政府，事实上你就是走向奴役的道路啊。你就走向奴役了，这就是现在中国的情况嘛，对不对？没有人愿意给正确资讯，他们就强迫给你设各式各样的什么天眼，各式各样的机制去监控你，去看你，哦，了解你各式各样的状况。我们也知道啊，这确实走向奴役的道路啦。现在在中国就是这个样子啊，各种你关于人的种种资讯都被中央政府所掌控了啊。那你觉得这是不是在迈向奴役的道路？海耶克说这个样子啊，哦，迈向奴役的道路啊，而且。在中国的例子，我们看到了他们用各式各样强制的方法，哦，因为海耶克说经济计算问题，说人们不会愿意把自身的资讯交出去，中国用强制的方法，那也是到现在用现代的手段偷偷记录你的一切，哦，当然有些时候你有一些新的创新，你也不会跟中央政府讲嘛，啊，不过可能人家偷偷记录你一切，结果你就走向奴役之路。好啦，那中央政府这些精英们拿到这些资讯，请问他们会做出真正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怎么样？整个社会的计划吗？后来的经济学者呢，在海耶克这个经济计划问题上再加上了一个看法，就是说，就算人们将自身全部资讯都交予中央政府，事实上政府也是人组成的啦。你怎么可以期待这些精英，哦，做出真正有利于国家社会的计划呢？不可能啦，你也是人组成，人总是有私心嘛，大家都有各自利益的盘算。如果他们就算用强制的手段，哦，偷偷的把你的所有个人的资讯全部拿出来了，你觉得他们做的计划会有利于社会，还是有利于他们自己？哦，很遗憾的，他们做出的那个什么资源分配决策呢，很像比较多的时候是有利于他们自己嘛。这个就像我们看到中国的状况啊，哦，中国状况很多时候呢，他们做出来的资讯呢，哦，收集的大量资讯，最后结果是有利于他们自己，而不是有利于整体社会啊，迈向奴役之路。哦，迈向奴役之路。哦，所以海耶克在1920年代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事情，他就说你中央计划经济呢，因为经济计算问题，哦，你没有办法拿到正确资讯，真正做出有效的，哦，真正有利于国家社会的这个计划。所以他就说，哦，他就说呢，这样的一个社会呢，哦，这样的社会终将走到无以为继的道路了，哦，终将走向无以为继的道路，哦，然后在1970年代、1980年代后，他的预言讲中了，哦，这个中央计划体制，哦，苏联在1980年代末期的时候就解体了，哦，1980年代的时候就解体了，哦，所以海耶克也因为这个样，他在19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就预言了到了这个事情，所以在19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呢，在那个苏联东欧的整个反抗运动、民主化的浪潮面，他也算是最受欢迎的这个思想家之一，然后也是最受欢迎的思想家之一。他很早以前就看到这个事情，哦，很早以前就看到这个苏联一定会解体，中央计划经济行不通啊，哦，中央计划经济也会行不通啊。哦，所以说呢，哦，那所以说呢，我们经济学者呢，多半来说呢，哦，对于，哦，中央计划经济，哦，中央计划经济是非常强力的干预市场。那当然有些时候不见得采取中央计划经济嘛，你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干预市场的手段，哦，那通常经济学者都会对这个词比较审慎的态度，也会持比较反对的态度。那我们刚刚介绍三个学者， Adam Smith， Berker 跟 Hayek，
基本上呢都主张尊重市场经济，也反对中央计划经济。那我们主张尊重市场经济的时候，也是觉得说你不要想说哦，你不要想说呢依靠一群精英来计划你的生活，计划你如何生产，如何消费，对整个社会或是对你在整个社会里面的生存的个人会比较好。有的时候呢哦，你在市场里面呢自由的协作哦，我们说自由的协作哦，在市场经济里面就是这个样子，根据价格的变动，根据价格变动显示了资源的稀缺情况，显示了新的创新是不是真的有利于社会，人们在根据这些价格变动自愿协作投入资源生产与消费。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况有些时候反的比较好哦，任何的计划要计划你怎么生产怎么消费，有些时候反而会弄巧成拙。我们在前面两讲也跟让大家看到这个例子。那我们反对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基本上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觉得呢，分散式决策或分散式智慧会优于中央集权式的决策。什么叫做中央计划经济？让一群精英来计划你，哦，让一群精英来计划你啊，这个是什么？中央集权式的决策，所有事情、所有地方上的资金全部都交给中央政府，让他来决定。市场是怎么样？各个的人做各式各样的决策，像 Adam Smith 说，各个人只要管好他们自己就好了。哦啊，价格的变动自然会引导这些各个人的根据价格变动呢，去自然而然本来是做出对他自己有利的事情，可是因为价格的哦，价格的这些引导，哎，发现反而是这个做出来的行为反而其实是不会有害于公利的，反而会对公利比较好。哦，那这个 idea 其实是个有趣的 idea， 因为市场经济这个东西呢，是大家各自做各自的决策，是各自人做各自的决策，这种其实是一种分散式决策。哦，或者是说，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分散式智慧，哦，很有意思哦，这是一种分散式决策或分散式智慧。那我们认为呢，分散式的决策、分散式的智慧呢，这种以市场经济个人各自的做好自己的决策，再透过价格机能做协作，会比中央集权式的决策来得好。哦，很有意思啊，因为这几年哦，那个资讯科学的发展，哦，这十年、二十年来，资讯科学的发展也其实慢慢走向这条路嘛，哦，很多时候呢。在电脑在计算的时候，大家也说，哎，这个分散式的计算呢，搞不好比你集中在一台用大电脑计算能力来的强，然后计算能力来的强。好，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哈，整个我们在讨论这个政府干预市场的这个讨论里面呢，还有一个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insight 是这个样子。哦，很多时候呢，哦，社会科学哦，社会科学的学者在研究不同地区的。在研究不同地区的社会或传统社会、现代社会 ，anyway， 在研究的时候呢，有些学者呢在介入在当地社会的时候，有些时候会觉得啊，我是学者，你要读多些册，啊，觉得我自己比较高级、比较高端，啊，有些时候呢，会到一个地区会想说，哎，我比较高端、比较厉害，然后我要计划你的生活我要跟你们讲怎么样生活比较好。基本上呢，经济学者通常不希望你持这样的立场，为什么呢？我就像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有些时候你介入干预哦市场干预社会，有些时候往往会弄巧成拙。事实上，我们会认为有些时候普通常人哦，经济学者基本上觉得普通常人每个人都非常聪明，然后每个人都非常聪明，理性智力嘛。普通常人在原来的社会透过各式各样协作所形成出来的秩序，有些时候可能有它的道理，有些时候呢，可能也比你这样贸贸然去介入的时候呢。比你所想象更适合他们现在所处的状态哦，所以我们会主张任何的介入干预或是要计划人家哦，都必须要审慎的从事哦，你要谨慎的从事哦，他们在那边呢，经过长久以来所形成的这些秩序呢，搞不好比你想象的更适合他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不是你这个觉得说，哎，我比较厉害，念比较多书，然后就。去跟人家说我要怎么指导你生活啊，慢慢来去介入或干预，搞不好来得更好了。哦，这个东西呢，哦，我觉得是身为一个经济学者应该有的 mindset 了，哦，应该有的 mindset。哦，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你听到那个坊间有些人哦，自称自己是经济学大师啦，哦，那就说哎，我最厉害，其他人都不懂哦，你们就要听我的。通常我会觉得这个不是真正的经济学者了，哦，这个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因为真正的经济学者，你应该要有这样的 mindset， 你觉得说大家都比你厉害，哦，不是大家都该听的，有些时候呢，听听看，哦，有些时候这些社会呢，他们更古以来，哦，在那边多年以来的传统，可能有他们的道理啦，哦，就像 Burke 在谈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一样嘛，你觉得你可以理性的认识社会，然后接下来就去计划，
事情会过得更好吗？有些时候其实反而会变得更糟。我们在前两讲的时候也讲了各式各样的干预嘛，你干预的结果呢，事情哦反而会弄巧成拙。你要干预呢，你真的要审慎的研究啦。我觉得这才是经济学者该有的 mindset。我们在这四 part 里面呢，大概跟大家讲了，我们从那个数学哦，那再跟大家讲需求，再跟大家讲供给，最后再讲这个市场均衡呢，我们在这很多讲，然后可能三四十几讲，如果各位同学一路上看下来哦，相信大家也累了啦，相信大家也累了哈。可是我们希望透过这四十几讲，让大家对于经济学者哦怎么去认识市场呢，有一些基本的看法哦，知道我们怎么去认识哦，我们怎么去认识市场，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讲解，让大家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历届经济学的这些学者的研究上呢来看待市场，让你对市场有更有一些比较好的看法，然后那帮助你将来认识市场，建立起市场洞见，希望这个是好的第一步啦。如果你对这个经济学呢这些讨论呢还有更多的兴趣呢，也欢迎你来我们中山大学的管理学院，然后欢迎你来我们的大学部跟硕士班我们的那个经济学的课程呢会讲更多，然后比方我们会讲赛局，我们也会讲政府的角色，我们也会从历史长期变迁的角度来看待市场在现代社会中或是政府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相信呢会帮助你对市场对现代社会政府等等有更深的认识欢迎你来我们中山大学我是中山大学企管系的佘建源，我们有缘再会。